那边就可以，那边就可以。你把你听一下。别没意见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你这边就是不，莫来讲啊！ 没事吧？再回来这里吃午餐呢。好，我们先去，我们先去，等一下去河里面坐溪。啊，我现在要跟大家讲哦，我们今天做了那个小小的物件哈、哦，下面有一块电木哦，那个电木我们就要在这个这棵树上把它找出来哈、哦，找那个电木哦。比如说哦，这棵树是在八月份的那个康瑞台风的时候，它被吹倒。 啊，吹倒，因为这个树也一直长大哈、哦，它不要太多树了，所以这棵树我们就变成说我们的剩菜，多的，我们把它整理掉哈、哦。啊，等一下这棵锯子呢，大家可以来练习操作。我想男生来试试看，没关系。我们会从这边锯成一圈一圈的，哦，一片一片，锯成它的垫木，这是蛮好的树，这是桂肉桂树哈、哦。你们闻这个树叶哈、哦，它有肉桂的香。 这叫做音柜，其实这个音柜我们不鼓励大家种，它蛮泛滥的现在。哦，这不是真的肉桂，这是假肉桂了哈。假肉桂。好。真的哈，因为这个机器一发动，它是往后性的回转哦，速度都是一分钟几千转，要非常小心，没有很熟悉，力道不够都要注意到哈。像这个呢，这个里面呢，一般的机器会有一个封门。 控制刚发动的时候，它把它风量进来比较大，这是封门，一定会有一个封门，机械都会有一个封门，不管你是柴油引擎、汽油引擎都有封门。我们把封门拉开，好、哦，这个是封门拉开，拉开了，然后它有一个开关 ，on 跟 off， 哦，这个压下去就是它的 off， 你就不会转了，拉起来就是 on， 哦。 那一节先去掉，那一片一片，对对对，这样的，我倒下来再锯不好。我们现在是一线，往下会，对对对对，这个太松了，真的，那个不用的话，力也会不会太松？你锯斜的，它会，现在它偏要最好是锯斜片嘛，不要太斜，不要太斜，叫大概这个角度这样。这样子完全这样平的不好看。有平的美，斜的斜的美，哦，看裁裁决，你自己的决定。 有曾经有玩过链锯的，可以来这边操作一下。我跟你讲哈、哦，这个我已经有先帮你们准备好的啦，只是说让你说我们在这边取木头是怎么取的，给大家知道。你们现在有玩过了吗？有人玩那个大哥来玩一下，有玩过的来玩一下哈。没玩过也可以试啊，你只要现在那个有翻掉。嗯，好香哦，肉桂香，肉桂香。 好，这个也是。
是一个很漂亮的店铺了哈。放厚一点。哎，不要，先不要，不能压，先不能压。你没有转，不能压链。你不能说这样子去，你要错开了，电锯跟链板错开了。不会了，你要让它转，让它转。好，这是你的成果。哎，那个操作机器不要戴手套，手套拿下来。啊，对你宁可被它割伤，你不要戴手套，因为手套很容易被卷进去哈。更危险。我们下午也是一样，不要戴手套。现在可以拉拉动。走在那边加油，加油！
要开心哦。手要用，把它打一遍。光哥，你的设备聚光了啦！其实大家碰到机器先不用怕它了哈，你要了解它，但是它基本上要一个力道才可以用。现在我们就在要再回车上，再往另外一个地方去，因为我们时间也是很有限哈。我们去溯溪了，好，这边就完成。那个墓碑你们要可以带回去啊，可以带回去。